哎呀！你好。Lea, willst du ein Ei essen? Ist aber noch sehr heiß. Sehr heiß. Heiß. Sag mal, wie schmecken die Eier? Ja. Hat Mama die gekauft? Probier auch mal eins. Hey, Bobby, sind hier die Dan Chao Hao Chida. Das ist Nali Meile. Wir haben schon mal so. 觉得鸡蛋不错，没必要去认识下蛋的老母鸡。我们德国人不是这样的，如果吃到好吃的蛋，我们就要认识鸡蛋的母亲。哎呀！但是你怎么去找下蛋的母鸡啊？每个鸡蛋有一个号码。母鸡啊。第一个数字就是什么级别的鸡蛋？零是 bio 的，一是 Freiland， 二是 Bodenhaltung， 还有三是 Käfighaltung。第一就是这个鸡蛋是在德国出生的，后面的号码是什么农场？我不信，不信，不信，你搜一下。还有一个网站，你看 ，Freilandhaltung Deutschland Lagebetriebsnummer。08011764，看一看有没有？啊，你看这个鸡蛋是从 Geflügelhof Zeeb， 在 Reutlingen 的一个城市。我们要不要去找一下？可以啊。Lea, sollen wir das Ei suchen？我们快到了，你看，还有一分钟。应该在这。哎，鸡在哪儿啊？找不到鸡，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鸡蛋的奥特曼，可以自己买鸡蛋。这是跟那个农民超市差不多，可以在外面买鸡蛋。我们买一包吧。还有就是，它们分大小，有 M、L 还是 XL， 但是现在 XL 都没有。好吧，我们卖什么价？应该卖 L 吧，一包 L 2.8毛，24。好，24。买到了，十个鸡蛋。还有钱还给我。他们说鸡不在这儿，但是他们把地址给了我，我们去找啊。哎，在那边，在那边，看到很多的鸡，你看，在这，在这，在这，看到吗？我们快到了。很多鸡，你们看，棕色、白色都有。这，我现在还想吃可乐鸡腿。哇，你们看，有这么多鸡，这种鸡是一号的鸡。这种鸡住的房子是有花园的，每天早上它们能出来散步。每只鸡有四平方的地方，一二三四，这么大。这个号码精确到哪一个 group？ 比如这个农场它有五个 group， 你们看是四号，这是第vierte group。谁下了我的蛋？是你吗？别怕。你们看，有个鸡在树上跳舞。每只鸡能活一年，能下300个蛋。它们一年在外面走一走。一号鸡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就像这样，你们看，它们晒晒太阳，遛遛弯，可以愉快的下蛋。如果是二号还是三号的鸡，它们没有花园，只有这么小的地方，差不多。
如果下班的时候，他们回自己的房子，就在这里。你好。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这个鸡蛋这么好吃，因为这些鸡都是很幸福的。别走，有彩蛋。贸易今天早上吃鸡蛋吧。包包锤子问我，德国对枪管的严吗？普通人可以买枪吗？在德国有大枪之证和小枪之证，如果你申请小枪之证，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年满18岁，本人可靠，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前科或者不酗酒，这样你可以申请玩具枪或者信号枪，但是对于大枪之证是非常严格的，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还需要证明你需要枪支的必要性。包包锤子，非常感谢你问的这个问题，爱你们啊，拜拜。拜拜。